一窝座明天就要离开神魔世界，那这边感谢工兵帮大家整理出最后一个剧本啊、哦，大哥没有输的剧本。不过先不要看到蚩尤就觉得说啊，怎么又是这种游队员？蚩尤的话是可以换圣诞老人的哈、哦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先感谢工兵帮大家提供了一个最稳的剧本。跟着打不一定会过，因为你要加上自己的思考啦，好不好？像第一关这个数字盾，不可能每个人都跟着打就过哈。啊，25颗。哎，大哥要解数字盾的话，另类来说有一个好处啦，就是撸过去的前面五颗哦会变成火，这样子珠子上的计算也会比较好算一点点。好，这边21颗。其实如果大哥要撸的话、哦、就尽量大哥要撸的话，这样听起来怪怪的，如果大哥撸过去要转火的话，尽量找那种绕单的珠子、哦、例如说场上只剩下一颗暗、哦、一颗水，这种就可以去撸过去让它变成火，这样子跟其他火黏在一起，数字就会比较好计算、哦、好，22颗。然后我前几部影片有提到说，你不要遇到太讨厌的，像22颗或23颗这种比较不好刷的。才意外发现有人觉得25颗才是最难的。好啦，也是啦，25颗就要看你场上有没有，哎，知道怎么讲，五组直行的，然后一组5颗，要不然就是33排，然后最后一个8康哦，33排要转到8康，然后最后一个8康要有4颗这样子。就是比较吃版面啊。好，最后是开到18颗哈，来这边第一关就过 ，OK。好，第二关这边的话，三属线跟光暗线，好，这边应该是先处理光暗的哈。好，先把前面5步弄掉。好，哎、欸，这个叠珠可以哦，我觉得这叠珠可以，好，没问题哈。好，右边先带走，来，接着剩三鼠这一只。好，把优子开下去了。好，这边35 OK， 版面很完整哦。啊，这个斜转，好，龙克也开下去了哦。第二关就把龙克开下去了。那他带的龙克是大哥自己的武装龙克。好，这边伤害直接灌过去哈。来第三关，好，第三关这个燃烧围城对大哥来说完全不影响哈，不怕火啊。好，第四关超级技能重置哈，手消多种减伤。好，这边他就是把优子关掉之后去洗一下技能这样子。啊，其实这边对每队来说都一样啦，反正就是在利用越战越强这个条件哦，还有手消多种减伤去把技能洗回来。好，优子又把它开下去了。好，他这边只有去手消火哈，剩下全部用叠的。好，漂亮，这样就没有被减伤到了哈。哇，大哥这个火珠的掉落率加成不是开玩笑的哦。好，来点燃盾这边开解落去点燃它，可以开解落点燃。好，不过他先开大哥哈、哦。好，他开了大哥2技。好，转到一个没有满版，不过没关系啊，6康也很够了。好，单击5亿爆过去齁。好，来接着这边是不能手消到暗，对这边来说也没差，因为优质效果还在齁，所以场上也不会有暗珠。
来，再来手削酒，好，它这边就是开蚩尤的石糠板面啊，然后去把它用大哥炸掉，这样子火烛粘在一起哈，就直接酒 combo 了，撸过去也不怕问号。好啦，其实就主要是解这一关啦，所以换成圣诞老人是也 OK 的。好，这边要洗技能吗？哦，这边也不用怕场上新珠太多哈，因为你新珠太多就把它撸过去转成火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大哥炸心，好，还要直接关掉优子。好，那就要看一下版面咯。好，优子关掉是必定有无数强的版面啊。好，这边直接灌过去齁。来第七关，好，第七关这边是回复颠倒，然后不能手消到火，跟只有火才可以造成伤害。好，不能手消火的条件下，哦，就是先把前面五步弄掉。好，这边又添加了一组火下来 ，OK， 带走没问题哦。好，第八关，来这边又被重置掉哈，这个也是手消多种减伤啊，差别在于刚那只是越战越强，然后是 25% 的手消多种减伤，这一只是 20% 的意思是你要手消到六种符石哈，它才会减伤100，不过也没必要啦，因为这一只也不是越战越强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攻击力提升这样子，你只要把血回的回来就好。好，这边一样去手消火而已，剩下用叠的。OK， 漂亮哦。来附加消除技能重置，然后它是五属强去掉木的哦，四属强，然后不能手消到木。好，这边毒物累积到20%哦。好，龙克开下去了。好啊，这边有在绿珠齁，稍微绿一下。你如果绿珠比较不擅长的，可以带好绿珠一点的龙克。好，那因为这边有弱转无效啦，所以一定要记得把那个火珠也绿出来齁。好，大哥去把木炸掉。啊，这边场上火珠是两组哈，所以他决定要多开一点。好，来这边转了一个六康，然后天降，哇，这个火如果没有天降的话，伤害应该还是够啦，对啊，他有天降打到73亿了，这只血没那么多。啊，来清空龙脉仪，然后引爆木来增加自己攻击哈。其实他不是清空，他是吸收龙脉仪来增加自己的减伤。不过这边因为没有龙脉仪给他吸了，所以他没有减伤到。刚那一关记得要把龙克开掉哈，转完要开掉龙克，不然就是你龙克两次要完美的用完。不然这边被他吸到减伤100就哑败了。好，王一不能手消到水齁。对，蚩尤其实后面好，他用到蚩尤了，我本来想说后面都没什么用到了。啊，不过也真的不影响啦，这种不能手消水的也只要自己去叠就好，所以他真的是完全可以用圣诞老人代替齁，主要就是酒康那一关啦。好，来这边开天照挡死，这一只打接近13万，25%盾无视减伤哦。好，天照的挡死其实好用啊。
好，然后他还会把那个伤害打回去哦，因为一窝座本身这个伤害接近13万就很高，所以他自己反弹回去的时候，哎，也是可以再解一下他的那个25%哦。OK， 好，然后最后直接带走就可以了，已经剩不到25了。好，来最后这边王三啊，减伤90%，你要打191出去，然后他还会灭心来回血啊，这边有开杰洛的回避下去哈，所以应该是没有触发到那个追打的。这一队好像也没有可以追打的啊，所以他等一下会复活哈，先跟大家预告一下。好，他有开杰洛去回避掉，所以其实也不开杰洛也没差，64000打过来也不会死啊，只是复活变强，这个就是要再爆一波更大力的。好啦，那感谢工兵帮我们提供了这个大哥的最终战，也是一个算最稳的剧本吧。好，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